调整好方向以后，杨纯主办全速冲下来。哎，有没有发现到偏左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发现到牧羊先生下达指令，我们居民还会控制他们的方向哦，来了。哇，真的非常的厉害，大家有没有开始想要养一只居民啊？真的非常的棒，对，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我们的羊群全部要排好队伍了。有没有发现到果我们的绵羊真的是绕跑专家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仔细看哦，要请我们羊群全部从中间的闸门通过。哇，非常棒，满分100分，请大家给我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哎，真的非常的棒哎，大家不要小看我们的绵羊哦，他们其实每一只真的都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哦，真的每一只全部都是绕跑专家。那我们居民真的还要管控的这么好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。那我们羊群开始经过我们的幸福桥喽，那待会准备要过来来到现场了哦。小心小心啊！哇，大家其实也有发现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羊只的速度其实真的非常的快哦，因为其实我们的居民他是属于猎远牧羊犬的心态。小姐，绵羊是。